这个在1936年哦，日本那个静冈县也发生过一个大火事件，就是这个麻糍哦，啊，内底有尿出来、尸体，然后做粪便有无啊去感染，有那单胞菌的，像甲这個米菌、米酵菌酸拢同款的米，无同款，但是同款单胞菌所产生的毒素，啊嘛死千几个中毒，44个叫翘的，所以这代志大条，所以我即马强调，咱即马强调就是讲。从现在开始，发酵的食品尽量少吃。我今天找无头，是在迄看到迄册写1936年日本大火事件，才发现讲真正在某可能这代志发生。真正要注意吼，可能这个代志还未查煞以前哦，即马大家目前哦，身躯迄个家里有那个发酵食品哦，拢尽量少吃，暂时啦。好，除非找到。有特殊的解药，还是特殊的办法，会当解决这代志。啊，无真正，若像即卖安尼讲吼，大家咧讲，一米尼古兰得致命的是哦，你代志做大条。我想讲，为什么这么剧毒的东西，你这样食个一礼拜哦，嘛无法度代谢会死，安尼才是严重。吼、哦，你搁会当第一身躯找着米酵菌酸的成分呢？而且奇怪，真正拢一直存伫身躯内底吗？这我想拢袂通。